现在我们是要去 VIP room 吗？应该是哦，是渣软件也帮我们提。太扯了，太扯了，直接不用排队。大客户。这是要变一件衣柜了。这件柜都不错，他说他很开心买这么多。我还没买完嘞，刚刚又再买一些皮件的，又再买一堆，好看就只能演。但好险的，刚刚有止住，想说到米兰再买。于是就有了这支影片。看我今天的装扮就是非常的轻便，因为我今天我就是来大采购。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就是意大利米兰最有名的购物街，我们刚刚就疯狂的 shopping。很多的耶，很多的包包啊、鞋子啊，我们可以慢慢看，可以看一下。那蛮好看的，很好看吗？嗯，这一颗的镂空，我要买个头带来戴吧，就比较复古一点。我要再配这个。Thank you， 多少钱？哦，我现在花23欧，大概才。买一盒小的。欧盟国家的梨子会比较好，对皮肤比较好。哦，好，那我买一个。How to pronounce white cone？ 他们这边的平价品牌，所以想说试看一下。这还蛮酷的，看它的亮度，很美。非常的多哎，但是应该还好，因为它是很平价的，应该不至于太贵。For skincare, if you want to try the face mask, two products at $20. 结账结到一半又被店员推销。94等于说大概94×32000多块，还好还好。哎，才第二家哎。慢慢看，搞不好后面不会再买。不可能。会，不会再买了。超多人的，有很多不同的店都在两边，你可以一直进去逛，然后都是他们这边比较小的店，然后那个是比较大的。OK， 还要变一代富翁了，没错，一代之王。$124，你说这个呢 ？Thank you。花了167欧元，在这。这支米兰的疯狂购物影片由 Surfshark VPN 赞助播出。Surfshark VPN 可以改变你的上网位置。这趟出国好险有 Surfshark， 它可以轻松跨越国家的限制，维护你的个人网络安全哦。Surfshark 它还有严格的无记录侦测，所以呢不会让你的个资外流，也不会被人家追踪到。当然你也可以使用非常多的秘密文件，或是你自己的讯息照片都可以被保存的非常机密。当然 Surfshark 还可以阻止恶意的软件，像是有一些钓鱼网站啊，造成被骗啊、诈骗啊，或者是盗用你的信用卡号，点击优惠链接，或者是输入我的优惠码 MAZE， 就可以享有17折的优惠哦！立刻开始使用 Surfshark VPN， 保护你的资讯安全。再次感谢 Surfshark VPN 赞助这支影片，我要继续疯狂 shopping 喽！哎呦 ，Zara 还会逛 Zara， 这边有很多台湾人呢。我们是交换，交换学生，在荷兰，然后来米兰玩。哦，我刚来玩的。在米兰还有本事，没错。现在我们是要去 VIP room 吗？应该是哦，是 Zara 店员帮我们提。太扯了，太扯了，直接不用排队。大客户。这是要变一件衣柜了。他说他很开心买这么多。我还没买完嘞。三个店员在帮你，真的当然排什么队啊？没排过队啊。他刚问你说你多久没买衣服？
我每天都要买衣服吗？我跟他说一个小时前。他不知道我们是台湾的 celebrity 吗？好了，够了哦。你们觉得会多少钱？1000多。我也觉得1000多。我们必须要给欧洲人看一下台湾人的购物力。没错，台湾 VIP 的实力。919而已啊。919他就吓到，好像千块。你要重新付一遍，好像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吗？啊，被拒收了一下，好像刷太多了耶，卡爆掉，我要怎么办？我美国运通的卡在家哎，因为我的金额太大了，然后我的信用卡就有被盗刷，因为在国外，所以他先禁掉我的卡，我要回传给他的 email。Lin Charlie yes。走吧 ，See you。走吧，超多的。今天第一天总共花了，我还会帮你统计的。4万多吧，4万多啊！买那么多，4万多很便宜了啦。在台湾通常1万多只能买3件，买2、3件。促进意大利经济有没有？而且、觉得会买吗？有会买。算眼光还不错，算眼光还不错啊！那个店也说你买的都很漂亮，真的、哦。他说你的高跟鞋漂亮，我跟你很搭，真的，我买哦。今天是 day 2购物第二天，继续进行。我今天穿的全是我昨天买的衣服，哈哈。你觉得好看吗？嗯，继续摆吧。在闻我。嗨。今天我有栗子的味道。冰岛我可能穿这一件就够。不错。冰岛会冷到需要戴口罩吗？需要。觉得？好看。OK。200欧元可以。6000块，所以一件大衣、一个帽子、一个手帕、一个手套，我觉得算 OK。王恒志。100欧元 OK。100欧元 OK。当然在逛吗？还有不一样吗？你是不是不敢进去？对，有点不敢进去。又买大袋去结账去，好嘞好。因为它的那个两间店完全不一样，超不一样。又买了255欧，才3袋耶，买2个小时就3袋了。竟然只买2件，他戴个太阳眼镜，也是就是小朋友的啊，就没有太大的兴趣。啊，1800，18003件，还有一个太阳眼镜。耶耶。哎呀，我真的很烦，都没有我的 size， 因为我40号，最抢手的号码就是40号，他就说还有一双40号，但在。9分钟的店，跟因为关门，我想连早上去，我就问他们 model 脚上40号吗？你可以拿给我吗？他不行 ，model 都是已经穿好了吗？这好不会变通，明天我一定要这样，我就要拿一双鞋。买一个链子，一个链子有9，这个号4.9，明天早上10点坐 Uber 去。好。他开心果是那个颗粒啦，你吃那个颗粒。我现在开心不起来，我想穿鞋，我想穿鞋。今天花够多了，明天再继续。今天是在米兰的购物第三天，然后我今天早上起个大早，从没那么早起来，我8点钟起来化妆了，就是为了要去买那双鞋。我就要那双鞋，我怎样都不放弃。拜托，那双鞋留给我，它就是最后一双了。结果等下去送号。干你俩嘞！敲三下，操！这个很像台湾的古迹耶，你看。我们现在要去那个 Mango 了，趁他们意大利人还没起床的时候，我们亚洲人就是比他们快速一点。这就是攻占守则。想买鞋想疯了。到达了，有早起鸟儿有虫吃。我拍照片还没那么早起来耶。
天晚上一直在想那双鞋，很怕今天没买到。哈，最后一双鞋被我买完了，王八蛋！这抢四十号啊！看，你看你买到了，看是不是 ？Oh my god！ 我回神快，发现我全都买这类的镜面的，你看，我就很爱这类的东西，都银色的啊，好美。69.95，这边就是他们的精品街。然后第一天逛的那个是平价的，是如台湾的信义区。然后我们现在赶快把它逛一逛，赶快逛完嘛，就凹累了。你要试哪两件？这件呢，看它是奶头是镂空的。这件到底是哪一个？就这样啊。老总要叫我再买，我说我不要。这样是100欧啦，100欧。小心。他上次还有其他的这衬衫，我后悔了，我想要那一件黑色那件，你觉得怎样？说，我是小凤男妈妈。现在才正要前往奥莱而已哦。看，我们买到了。对啊，刚刚好最后一双。结果这一大袋比这袋便宜。真假？对，这袋比较便宜。它这袋里面有什么？这内衣。哦，这内衣。又是内衣、内裤、睡衣。是这台吗？对，就这台。然后等一下，我送你们上车，我跟那个司机讲一下，帮我检查在这边。现在我们要去奥莱了，但是这个车程有1个小时，那一个小时在这个巴士上面呢，滑手机那个漫游数据超级贵，但是呢，它的车上有 WiFi， 好险我有 Surfshark VPN， 让我连公共 WiFi 的时候都不用担心网络安全哦。我们到了那个奥莱了，超赞！从何开始逛起？好了，我是要开始购物了。我们在的地方是米兰最大的奥莱，我们坐大概1个小时的车来到这里吧。然后它超级大，社区还大的概念。然后我们现在来疯狂的购物。那其实我这个人的购物的观念，其实我不是看那个品牌多大多有钱，我不是在跟随名牌，我比较 care 的是在我身上，还有我真的喜不喜欢这种款式，不符合我的眼光。如果符合我的眼光，再贵我也会买；但如果不符合眼光，如果再贵我也不会买。应该是要说便宜吧。他说你是 superstar。买到现在觉得怎么样啊？就买一双鞋而已。但感觉你买很多东西。其实我觉得市区的也蛮好买的，它市区东西就是可能比较新吧。它这东西就是偏精品类太多，就是比较贵那种。就是 Outlet 我们就来看一看，真的有觉得值得的再买。我要试穿一下那件。不是早上才买过吗 ？Oh my god！ 应该还好，因为我这边只买了几条内裤，内裤很常脏掉，很常沾到，沾脏掉还是沾到？应该是两个都有。222 Korea Secret， 它都已经会喷香水在你的袋子里面，让你打开的时候有香气。21,000，是觉得蛮漂亮的，可是我觉得好贵哦。一次的秋天，错吧？这两个200多块。因为我觉得奥莱的东西都是有点差多的，所以我没有看到很多我喜欢的，所以就是买了一个鞋子，一件衣服。车在这儿，快去问一下，我们想回去了。我们有搭到6:30的车回去，我可以再去当趟再逛一次。一下车就立马狂奔。我们东西多到要再多买一个行李箱。19.95。
我们要去继续逛街了。我们刚刚已经拍完，就是在拱门里面的超模大片，大家就觉得亚洲人太漂亮了，所以大家看我就疯狂微笑，帮我拍照。然后我们要继续往前面逛街了，因为昨天还有前半段还没有买完，我们要去逛街了，走吧。今天才一件而已啦，39块钱，走吧。我要跑过去赶时间，159块。店员一直推荐东西给你，推荐。那你帮我接好吗 ？I need my passport and then my car. Okay. Yes, thank you. Okay. 你家快来找我。Thank you. Thank you.My我们还有电梯可以坐。712 with the discount. With the discount, 700块。现在全部。The all with the special discount for you. This is the total without this. This one and this one, which one is better? If you have to choose the white. No, white and this one is similar, right? The white is shorter. It's shorter. I really like this one.I give you a little present. And it, also, if you change your mind, you can text and we can send to you the wine. Okay, let me see. Again? Of course. Okay. Yellow one. The yellow? Yellow one, yeah. I'm very pretty sure. It's 5%. Yeah. 5%? Yeah. There's a totally 5%. Yeah, totally. All. It's our rules. I will buy a continue. I will continue. That's good. 不买了，其他国家不买，停止这一切。So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Send the menu to me. Okay. Of course. Thank you. Thank you. 再见。再见。再见。这一趟买下来心得如何？觉得很美吗？我要跟大家讲，奥莱千万不要去，因为里面都是跨州的，跨州的还很贵。米兰的这个购物街，你才可以买到真正的好东西，而且没有那个奥莱那么贵。我买这样子2000多，花8万这么多，8万在那么多件哎。
但是 Always 一件8万，差很多好不好？结果丑，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以后不要浪费时间，不要浪费时间，真的，走吧，走走走，我们去吃饭吧。